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在《长相思》里面扮演冷小六，还有叶什么叶时晴，冷小六还有冷小六还有小妖，对，很开心今天跟大家见面。欢迎欢迎杨子，接下来我们请婉意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婉意，在《长相思》中扮演那个视力不太好的。大家看出来今天就有点不太一样哈，一会儿跟大家来解答一下。接下来我们请，对对对，我们请邓维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邓维，是《长相思》里的叶十七，也是涂山璟。欢迎邓维。那接下来来谭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谭健次，我在《长相思》里面扮演的是九头海妖相柳。还有防风被，今天我就带着我八个头出来见见世面。欢迎大家出场都特别有梗哈。接下来我们请弘毅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弘毅，在《长相思》中饰演眉心眼子的钢铁直男赤水风龙。欢迎欢迎弘毅。